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在玩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看一下这个。哦，爸爸每天都带我坐他去上学。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跟爸爸一起玩呀？我爸爸会在那里玩一二三木头人。那你喜不喜欢 BRT 车呢？嗯，喜欢。那你以后还会继续坐吗？会。而且老师说过，车太多会有污染，所以我们要多乘坐公交车。